丝绸之路再度引发全球关注。近期在隋唐丝绸之路起点西安，有中国馆，有泰国馆，有马来西亚，有那个各个国家的，然后他们都那个带他的国家的一个文化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最合适。因为一个人想出其他的国家，他不需要出跑好多地方，来这里就是什么都有啊，你进来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印度，他不需要出印度啊。